2021年台南市国际人权锦标赛十九号到23号伫台南运河举行咯。为了求即届赛程以及训练过程会当顺利圆满，体育处依照鼓励来举行点睛仪式。罗清德向着安平开台天后宫，天上圣庙来上香敬酒献花。 并且有着法师来领读祭文，需要罗清德家的十一名点睛官，正手来提着朱砂笔，倒手来提着开光镜，为灵尊来点睛。龙舟点睛开始，有请点睛官点睛。 祈求我们国泰民安，也能够风调雨顺，所有大家一切平安如意。也能够预祝我们今年的国际龙舟比赛能够人舟平安，一切活动圆满顺利。 祈求大家能够度过非常美好的我们的赛会，也祈求欢迎所有我们各位乡亲父老朋友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一年一度的国际龙舟。这个国际这个龙舟比赛，在台南已经有真悠久的这个传统，过去的成绩嘛非常好。其实我一直认为讲这款的文化活动，应该嘛是一个观光的活动啦，啊，荷兰全台湾上界有特色的这个城市台南，啊，伫上界有特色的这个所在运河，啊，来举办这个龙舟比赛，应该是咱全台湾独一无二的，啊，所以我伫遮邀请，咱所有的市民，啊，五日这迄天，大家来看这个白龙船比赛以外，嘛欢迎，咱全国乡亲，若有兴趣，来当来台南市来观光旅游，啊，佫看白龙船比赛，啊，员工是已经两个，今年的这个参加的队伍比去年佫较侪，今年的队伍已经来到179队，啊，国际人数参加有哪真踊跃，拢共有16队啦，吼，拢共有16队，啊，我想员工是盛况空前，啊，所以我真期待，啊，除了平安顺利成功以外，啊，迄天有咱留一个滚滚，啊，留一个滚滚。 啊，带予咱台南市吼，安尼真平安吼，啊真顺利安尼。这个圣书啊，咱今仔日伫遮有着咱台南市政府，咱的罗清德市长，啊，率领着咱台南市议会，咱的罗坤福议员李文清议员，以及咱国台行吼，咱的这校长啊，咱体育会理事长等等，啊，甲阮共同来做着。 咱的龙船的这个点睛的仪式，啊，伫遮咱去求着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同时，互咱今年咱的白龙船所有活动圆满顺利，佮成功。啊嘛，真感谢咱天祥圣庙啊，刘伟忠神的这个啊祝福啦吼。伊讲安尼，我会当安尼上下合一吼，安尼啊较搭配啊，所以今仔日吼啊，我着先安尼做安尼。 素红菜吼，真感谢吼！啊，希望讲将这份的好运，我那份上好，咱所有个朋友，大家合家平安，万事拢如意。今年度的龙船锦标赛报名队伍拢总是179队，比着去年189队，才七队也更加多，突破历届报名队伍的纪录。伫赛事顶面，伊着城会南主组大型龙船参赛队伍，冠得25队，竞争上佳激烈。25队将要来抢夺第一名，赢过甲新台票300万的奖金，相信赛事一定是非常的精彩。